BYD has three main areas of business. It produces cars, it produces batteries for its cars, and it also produces chips. 像是你平时你爸他说的你要吃小炒肉，我没有，我说我要吃你熬的炒的熬锅肉，锅也好吃，你吃嘛。传递错信息了，妈妈肯定晓得我想吃啥子噶，他跟我说的。你要第二个是他说的你要吃小炒肉。哎，我想到我小炒肉是啷个弄嘛，我还劝问人家来喂他吃呢。今天热的，哪弄不好吃？他跟我说啷个弄，啷个弄。我肯定是想吃你弄的那个炒熬锅肉嘛，海椒炒肉，熬锅肉嘛。这个也好吃。嗯，不错。嗯，好吃还是好吃？这个好吃。嗯，那个为啥子二菜啊？不得二菜，只是我整个。嗯，要不要嘛？要，两个。北味儿哈，没苦的。嗯。姜汁的肉是不是？姜汁肉。都是你大街上的。我们也有挑战健身啊，你们要看吃的是吧？肥肉要不要？不要。太肥了，你那个。我现在也要吃肥肉的，他捏那个太肥了。我爸问我吃不吃肥肉，你看他这坨有多肥，太肥了。然后我没对焦的，太肥了，我以为是凉粉呢。太肥了。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这个是笋片炒肉，嘎。嗯。那是凉拌黄瓜。蹄花啊，凉粉炖猪脚，这个是啥子啊？姜汁肘子。姜汁肘子，哪些是单位上调的？这个。这四样是我的。这个这四样啊。
这是一样。啊，这是一样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哦，一二三四。我怎么好油啊，戴了假发之后油光光的。记住了吧，三个记住了、啊、他差点不让我记，我说他说是什么，我说就是衣服那些，我说道具，我说武器，我说就是那个塑料的，他说啊，他说刀枪我们这记不了，我说不是，我说你看一下，我说全是塑料片片，我说是那种玩具，我说是玩具，然后他说你这个可能不行，我说不是，我说真的不是，我说你全部都可以打开看，他说我们这种棍棒啊这种都不行的，我说这个真的不是，我说你看一下吧，然后他拆开，我说全部是这种片片，然后他说他要去申请一下洗的话，我跟他说他跟那个人打电话申请的时候，他跟那个人说的是刀枪，我说不是刀枪，我说不是刀枪，我说是玩具，我说塑料的玩具，然后那个人说可以给他寄嘛，吓死我了，我以为不能寄呢，人家别个都寄来了，你看嘛，而且呢都可以寄人了，哎，就是找顺丰嘛，找顺丰嘛，我就找顺丰，别人以为啥不找顺丰呢？可以找顺丰啊，就我就直接找顺丰。顺丰回去噻，他收邮费的嘛，其实差不多，差不多。但顺丰我可以一直看我的到哪儿，这个不行吗？要你这看到吗？你们这儿看。他说的那个，你可以查噻。我反正我基本都是寄顺丰。顺丰贵些。寄顺丰我觉得方便，我有个 APP 随时可以办。应该可以办，我带到这儿来。哎，顺丰就是，顺丰是稍微贵一点，但是还行吧。On the more extreme end of the spectrum, we have legislation that would give the authority to outright ban the app. A more moderate proposal has been backed by a dozen bipartisan lawmakers. 想洗个脑壳。明天最后一天工作，回来工作就完成了。等会儿去看那个，去九九那里吧。我给他整了一辆卡丁车，你晓不得？10,000块。给你看，就是天天我都开，天天爸带着他开。嗯，我说二天给姐妹儿整一个，给姐妹儿别停的，看天天在这儿开。他说坐飞机了，坐飞机了。嗯，他喜欢啊。我说给你们整个，你们不要。我们问题是，我们不得好那个的嘛。不用，记得我说给你们电瓶车的嘛。对啊，电瓶车都不好扩，自行车都不好扩。电瓶车就扩了点噻。啊，你们要看是吧？哦，你们要看，行，小朋友是吧？我侄女说开飞机喽，天天在家里，在那个他们那个就是家乐福那个多小那个喇叭头，他们就在那个爸爸里面，这个都还不算快的呢，都没都去得很慢了。你又在那叫啥子嘞？天天在那给我呼叫，他咋子了他？他这儿都冷了，跟你说。他最近是不是敏感小子？是呗。只要没听你的，七点钟就吵，前面吵出来都听出来了。不得一下就丢色。吃了个凉粉，哎，那是凉粉，啊，吃了个凉粉。他给你两个叫你点卧室子呗不加哎你点点卧室他吃菜你家回来都吃得很油的外头要不要姜汁的吗嗯不止你那我两个哦，你刚过年了对吧？对吧？有点好吃。为什么你觉得我鼻子有颗痣？我鼻子有这么好看吗？他们让你鼻梁很大的。接下来一个脚牌还是行的。好，鲁班教授把 Dora 喊过来了，盯着你电脑看了。嗯，我吃饭是会闻一闻菜的。
哎呀，鲁班惹事了，他把我充他充电器给我扯掉了。嗯，最近没有，最近休假呢。第二个是队长，卡罗拉的那个。那这个又不一样了，那个这个莴笋，这个莴笋，嗯，正是那个红萝卜的哇。哦，啊啊啊！有红萝卜。红萝卜啊。哦。喂。很不过嘞。哎呀，又见矫情了。不准掉，闭了，闭了，这叫不给你吃东西哈，不给你吃嘎嘎。不行，那不等我餐了，你等我。因为啥子我餐嘛？爸爸送你午餐。鸡爪子可以。可以。好不好吃嘛？可以，就是有点大。好吧。他们点的那个辣椒油嘛。西菜米。听过没有嘛？没有。他说的，你爸说有点像赵桂荣。不是赵桂荣，西菜米。味道还可以，就是有点大。嗯。姐妹他们再也不去吃赵桂荣了。哎，我那天问了姐妹说他在面前。哎，你们后头是去吃哪家呢？切哈，切哈。我那天跟姐妹说，姐妹说去吃切哈。切哈是哪家嘛？就是不太好远，就是你们住黑山。啊、哦，就那个。这鸡脚哦，这个猪脚一万个，那个张，那他们三娘跟我说的多好吃，你买了？嗯，哎，爸不是说自己弄的吗？就是自己的噻，买的也是自己弄的说。哎，你说那种单位，那就是自己，这个就是自己的噻，这都是单位，你请问这是不是单位？嗯嗯。这个哪哪弄的吗？加上，你说了这儿这儿这儿，啊，自己的，这个也说，一二三四，我也是那三四，你说点八十兆，这还没理解了。打电话咨询到或者到店来看车试驾的人都明显的增多啊。另外呢，北京市政府啊推出了一批那个，因为我们上次在这外头吃了一个凉白猪脚是好吃，但是它这个给定的有点多。我还是喜欢吃稀的吧，我还站起吃。嗯。嗯。一会儿嘛，就是。嗯。我们上次在在外头吃的凉白，嗯，那个不好吃。这个。越来越我们家香肠肯定是香辣的呀，川味香肠。还要不要搞？会。怎么飞？办的这个正合适噻，办的啥？降价促销不仅有传统燃油车，还有新能源车，让这次降价因何而起？原来的铺子来说的话，买大的是买燃油车的，促销我们这货给
啊，你别说，快点走。走了，他走了。因为我爸刚下班啊，还来没来得及换衣服呢。为什么今天是小狗节啊？今天是啥日呢？今天为什么是小狗节？没啥事情嘛。今天确实是，是什么小狗节？目前阶段特斯拉整体售价呢，比起去年十二月份的时间，整体便宜了2万元到3万元。比亚迪3月9日至3月31日开启了对海豹、宋 Pro、BMI 两款车型的限时折扣。国际小狗节，真的假的？广汽埃安推出的是3年零利息的上坡糖，以及每台车5000元的限时折扣。上坡糖的，哪个版本到啊？就对这个版本算了。米饭有点好吃，简直是米，啥子米啊？珍珠米。OK。有的车企选择给消费者制定金丸，也就是推出汽车保价政策，希望购车者安心。理想汽车只打价格战，不打价格战。我们坚信产品力越强，用户满意度越高，才有更好的销售。目前新能源渗透率接近30%，传统品牌燃油车正在进行兴复，一些头部的电动车公司目前也在进行降价的一些措施，这些会给用户最近的选择带来一些困扰。所以我们理想汽车也为用户带来了90天保价的政策。用户自购买之日起的90天内，如果我们的价格有任何调整，用户可以按照最优惠的价格来享受。汽车企业能这个政策还给一个保价90天，降价退钱，就是不晓得到时候喊他们退，好不好退？嘎。确实吸引了一些城市的消费者对汽车市场高度关注。那么从全国来看，这次的降价热潮是否也同样带来了高反弹呢？记者从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调查到，我这个头发也太油了吧，一戳一戳的了。去年下降17%，较上月同期下降11%。今年以来累计零售309.4万辆。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很亮眼。3月1日至12日，全国新能源车市场零售13.1万辆，同比去年增长9%，较上月同期增长9%。对，小抖的微博不知道是怎么申请的。有些人在观望。好的，祝你李康康考研成功，加油！头油炒菜是吧？继续优惠，您现在买最合适的。对，我觉得呀，要是那什么再等等是最合适的。我觉得应该以后还得有。该换了，车子不降价，您该换也得换。消费者咱们这块有很大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情绪，要避险的一个行为，就是防止我买完车以后过两天再一促销，我就成为最后一批那个最冤的群体。不管汽车企业愿不愿意看到，汽车价格战已经打响了。汽车价格战将如何发展？降价还能持续多久？消费主张党将持续关注。合理创业，匠心见初心，折磨大家用户的信赖。合理德科技，好睡眠，关注消费权益，树立品牌信誉。关注消费权益，树立品牌信誉，风雨理财，倾听世界经济脉动，洞悉中国财经风云，解读重大经济。
因为是个 ZZ 呢，账号下面有太多 ZZ 了，所以不更新了。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数字经济正在世界带来巨大改变，对生活不断发现。上楼去一下，又不得快充嘞，妈妈。你这个不快充啊？我这个是，但是我有两个手机都要充东西。我一个快充够了，咋你拿小点去了？啥子从我拿了？我有快充，我用你快充咋子呀？我一个白的，找不到，今天回来抓了个。从全神贯注的每一缕目光，哎，就是啊，弄不到了。没事，你先在外头耍嘛，我还要等会儿的，我才得屋头吃点饭，坐哈多。从小下来后，把你大胖孙子了，嘿嘿。好不容易抓开，锁定精彩，信号静电依然在线，轻排固定池电量。简简单，关注合理，关注出门问团队的人群数量迅速增加。我等会儿跟你们说，等一下上去跟你们说。好，我们很多客气。不知道为什么我吃那么少，我刚刚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拍完5:30，我走了半个小时，去吃了个饭，就是去，我不是给你们看了吗？我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但是我跟我爸说了我要回来吃饭。所以刚刚又假装没吃饭，然后吃了点。其实我已经，我早就吃饱了。对，我偷偷在外面吃了，我不敢说。所以你看，我也只吃了一点点。你举办什么？你跟谁举办嘛？你去举办，你去举办，你去，你去，你去。是啊，我还多吃了一顿，好恼火嘛。你管那叫一点点，真的就只吃了一点点，我没有吃多少，我都不饿，但是他们要等着我回来了才吃。我买的这个好像坏掉的。今天饭量不太对，只吃了3碗，没有，我只吃一点，真的只吃一点。我今天拍东西全靠这个灯。不然的话，那个酒店，因为酒店它不像家里的厕所，家里厕所不是都有那个近前灯吗？酒店没有。酒店它是没有那个近前灯的。等一下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就不应该退房啊！我为什么不在那个酒店住一晚上呢？对啊，这个灯真的很好用。我靠，这个灯好像这样不太好看，还是得开个大灯。对啊，
么不直接在那边住一晚上啊？妈，钱都给了，那不是血亏。没事也可以去住吧，算吗？没家里舒服，但是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明天不是要去探营吗？明天探营也在成都啊，我到时候也要过去的呀。不过我今天回来也还好，因为我等会儿还要去我姐姐那儿，前两天都没有做事儿，等会儿去姐姐那儿，然后再去奶奶那儿。然后明天去那边播一下探营。你在成都退没退？你去别浪费。对，去拍一下他的卡丁车。但是现在晚上，其实晚上黑倒不是什么事儿，开闪光灯就行。关键是现在又在下雨了。还可以，他就感冒了。我在哪个区？我在新都区。我感觉这次回来吃东西吃的好杂呀，可是我还便秘，为什么呢？我不是应该拉肚子吗？我巴不得我拉肚子排排毒呢。对啊，我感觉每天可能吃的都。但我吃的也挺家常的吧，吃的是蹄花、烧烤、火锅，还有啥？不运动下不去哦，那可能是因为没运动吧。我真的太不喜欢运动了，但是我便秘怎么传染啊？确实，我也觉得便秘怎么回事呢？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爱上你？哇，我拿回这些衣服都没办法穿，因为太冷了，成都没法穿。待会儿去洗个头。让我懂了你。烧烤火锅是家常，不是，我是说烧烤火锅和家常菜。乌梅汁一杯通畅，两杯止不住，真的假的？乌梅，西梅才是吧？我记得之前有一阵子西梅很火，就是因为它通宿便，然后就好多女生就都去买那个乌梅汁，我 NFC 乌梅果汁。为什么没有出场动作了？我不知道呀，你问我，我咋知道呢？喷射战士请求出战，你自己喷你自己的吧。西梅不就是李子吗？西梅好像不是李子吧？啊 ？NFC 我只能说我手机有这个功能，那个磁卡是吧？不是，我回来这几天真的纯便秘，真的拉不出来，难受的很。西梅果干好吃，西梅那个果也好吃，水果西梅也好吃，就是很贵。跟我有啥关系啊？那肯定跟我没关系啊。乳糖不耐受的人最简单，只需要一盒鲜奶。我都好久没喝牛奶了的，其实我也蛮喜欢喝牛奶的。西梅汁还是挺管用的，楼下买一瓶试试。都很少看到有卖西梅汁的，特别是我们这种小城市，我觉得都看不到卖西梅汁的。西梅汁只在网上看到有卖的。哎呀，我怎么想我都觉得我那个 cos 服好亏啊，虽然我也 cos 了两次。但是上次 cos 也没给大家展示什么，当时急着出门，
什么我喜欢你居然不告诉你，哎，我喜欢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喜欢你是我的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河马先生有卖，你兼职的时候看见了。河马，我新都没有河马吧，成都应该有，新都应该没有。我今天脸这么红是便秘憋的吗？我每天脸都很红。哎，但是我今天拍的时候我那个头发是这样子绑起来的，然后所有的头就是头都贴着，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莫名的觉得就是很干练。然后再加上我今天穿的是这一身，就是我拍完之后啊也不是，就我拍之前就穿的这身，我觉得我好像那个就是夜行者，就很像我的夜行衣，你知道吗？这很像我的夜行衣。女特工，对，就有夜行衣。完美的武器，哒哒，人的心动焦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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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完美的武器。夜行衣还要再紧身一点，不，它这个已经很紧身了，是我没有身材，所以显得它不够紧身，是因为我没身材，我的问题，不是衣服的问题。这个衣服很容易显得有双下巴。Open the door。你这么美，哎，你这么美，哎，你这么美，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哎，你这么美，哎，你这么美，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怎么那么美？是你让我想入非非，偷心眼贼。啊，挤一挤，那肯定还是有的，这看不起谁呢？挤一挤都没有。天牛妹才不能解决呢。就是听到了。你怎么美美美美美美？你怎么美美？你怎么美美？你怎么美美美美美？怎么那么美？是一个偷心鸭贼。什么？想抓着我的手臂抡几圈？来来来，我直接帮你抡了，好吧？我帮你抡了，看好了啊！怎么这么抽象啊？被子挪开点，甩快一点，我能飞起来的，真的假的？大风车呀，只有有地转，这里滴滴滴滴滴滴滴，我这很长嘛，多摇两圈可以防止肩周炎。天好看。地好看，哎，老是打在这个被子上面很烦。地好看，还有这样的小伙伴，但是我不能两只手。啊？啊？我这相关误导了我，我搁这儿也能误导啊？我搁这儿咋的了？我误导了。啊，你看吧，我就说我直播间有超管吧，真的是超管心脏，看什么都脏。谢谢深情忠犬开通的钻粉，
谢忠犬钻粉。你这么美，嘿，你这么美，嘿，你这么美，嘿，你这么美，美美美美，嘿，你这么美，动作多少带点残暴，没有吧？谢谢深情忠犬开通的钻粉，这新号啊！哎，最近不是有那个要上了吗？忠犬八，国产版的忠犬八公的故事。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梅根啊？我还挺想今天晚上，还挺想今天半夜去看梅根的，那恐怖片吓人吗？是呀，昨天舞蹈区都那样了，超管怎么回事呢？我这干嘛了？我这康复训练，你过来逼逼赖赖我。谢谢猫猫的玛雅迷道，懂了，被子是超款被打疼了，我也觉得。梅根就是那个温子仁的那个梅根，早上直接流媒体了呀？什么？这电影院才上几天呀，这就流媒体了？这么快？昨天舞蹈区怎么了？昨天舞蹈区就很美，很好看。谢 Sweet Cycle 的飞机坏了，我感觉我们今天过不了热心了。想了半天，梅根是啥？梅根。昨天舞蹈区狂欢节，就是类比像跨年夜一样，给大家整大活了。国外上很久了，国内版有删减吗？应该是有的。哎，塔塔不是去那个了吗？塔塔不是去看了吗？快让他来说说梅根好看不好看啊，吓不吓人啊？梅根是什么辣根的一种吗？不是，昨天其实看那个还挺好看的。谢谢猫猫的纪念石碑，谢谢猫猫的纪念石碑。他说不吓人啊，那就不想看了。我就想看点吓人的，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水塔都说不吓人，那应该真的挺不吓人的吧。谢谢猫猫，200等于12，可能悬疑吧，是吗？试一下。你这个不是6块的还可能六等于是什么十等于100。我说出了你的心声，我说出你啥心声了？我说啥了？哇，这外面这雨下的，我都有点不想出门了。如塔了，怎么的？我最近怎么这么摆呀？有多摆？怎么啦？有多摆？还好啊。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哎，你来啦，塔塔，我们在问你梅根好不好看。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美丽的代替陪我的雨滴。哎，我把我手机拿下来给你们唱会儿歌吧，这个雨天很适合唱歌。记得让日月来变成你，是我一样等不到他
吹对你，他的声音长得好漂亮，我看着是。啥子叫做他的孙女长得好漂亮哦？你的孙女长得不漂亮吗？谢谢 BN Shadow 开通的钻粉，谢谢 BN Shadow 的钻粉。干啥子的？找你开飞机的。那天他孙女回来去了，是回来办证，办了2坐飞机票。掏下牙没事吧？这孙女还是漂亮，我说人家个子长高些。他个子有好高嘛？高又当不到饭吃、啊。豆豆说：“你表扬你长得漂亮，你会挣钱，你能干。”嘿嘿嘿嘿，所以从成都股市迁到上海就垮了，又偷你找股。哪个？你说他们孙女的公司走成都到上海的后，他们公司就垮了？什么不好意思？高真的可以为所欲为，怎么可能能为所欲为呢？白日的雨滴陪我这雨滴，我刚看咋看你跟我说你的外头你没得屋头嘞？那歇哈我过来哈，今儿的下雨好大哦。高确实不能为所欲为，呵呵。陪我的雨滴，期待着冷月休息，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爱上你我正在学会。好久回来吃火锅，昨天半夜才去吃火锅。下暴雨嘛，我也要过来嘛，我肯定要过来噻。雨一直下，气氛不太融洽。下的唰唰唰的，每天晚上都得下雨。就是每天晚上都在下雨，我一回来成都的雨就没有停过，天天都飞冷，那个风吹起呼啊呼的，飞冷，飞冷。我还带的薄衣裳回来，呕死我了，薄衣裳一件都没穿成。我不赶车啊，我肯定打车过来噻。不得事，不得好大的这个雨。给你们放歌。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哎，怎么没有南拳妈妈的？只有 live 版本。
改编过的。怎么哭了，驼子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哭了？遇见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的雨滴，期待让人越来越沉，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那些差别，结局还能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谢谢大恐龙的9张办卡，谢谢大恐龙的办卡。穿个外套，太大了。谢大恐龙的外套，不是，谢大恐龙整张办卡。谁跟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谢谢谢霆锋的9张办卡，谢霆锋的9张办卡。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那些差别，结局还能多明显。哎，我姐姐要回家了，她让我赶紧过去找她，不然的话就走了。嗯，我也得向下雨论呗，但是我明天就走了。那你也把照片拍给我吧，那就我不拍了，我就改天再拍，就等你拍给我。就是雨下的有点大，而且这个下雨了，车子又不可能拿到外头来，就只能放在你们那个车库头，车库头又不好看。我们仍旧很想念，天要多高，地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那你拍好看的照片给我吧，就是把车车拍得帅一点，然后妹妹在旁车车旁边很开心的样子之类的，行吧？什么？你拍是纯车？你可以拍一下妹妹山。嗨，九五零，因为下雨了，我也不是很想出门了，我让我姐姐拍给我算了。
哦，没有，我不是，我明天不是，我后天走，我25号走，我应该25号走，我25号去做个皮肤护理之后，然后就走了。不用甩吧，也不需要甩吧，谢谢950的火箭，谢谢950的火箭。他不用算啊，就是妹妹很开心的给车车一起笑多，我觉得就可以了啊，抓拍点就像他那天车那个一样的。谢谢950的火箭，我来给你们继续唱歌吧，我就不去找我姐姐了，晚点我去找我奶奶就行了。你们听什么呢？还有什么下雨的歌？雨爱就算了。又出差了，这是没有，我在家呢，是我家里的床。嘿，这是我家里的床，大家可以把我们一毛钱的人头上一下。你想听我唱甜歌是吧？我看一下。啦啦啦啦，银河系，就我和你。你的门傲都被我全包，你要接受我无理取闹，你嘴角微微一笑，空气都变甜了。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你也会有点距想呼吸，感受你呼吸频率，想呼吸频率去听我的思绪，就让我掉里，我好像掉进海里，你也会感受你呼吸频率，去体会你所有的感觉。哒哒，爱像一阵风，看它就走。买龙卷风啊，我来说一说。云在降落，怎么搜不到啊？网易云是不是没有这首歌的那个啊？我在这个啊，没有这首歌的版权哎。要就走没有，我唱这个我最喜欢的。哎呀，这是没有，周杰伦的版权吗？请问，怎么什么歌都没有啊？真没有，啊！你上班上的快死了，那我想想，我会不会灯光？不会哎，谁的灯光？一毛钱的超火送一送，大伙儿来四个一毛钱的超火，我不会。邓紫棋版本的，她不是唱的龙卷风吧？我听听。是个 live， 哦，真的耶！他这个太，这个不是，怎么听起来不是很温柔的龙卷风啊？感觉真的是像刮了一阵狂风。像一阵风，吹完他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黑云在降落，我被他拖着走，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边缘， baby， 我的世界遭阳风暴雨。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推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
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怎么不知不觉我跟了这节奏，后知后觉又过了一个秋，后知后觉我该好好生活，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边缘， baby，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哦，爱情来得太快，好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太高了吧，笨姐。我根本就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没有，我没有这种天分，你也接受了，但你不用太多，会一直好好过。这首歌，邓姐是这样的，邓姐这歌也太高了吧。他是邓紫棋的 live 版本，他改编了，中间有一段这个说唱，我。还有什么下雨的歌是吧？听一下。会下雨，怎么回事啊？妈的！要会员是吧？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人？啊，他说让我再看一秒就可以畅听了。那我们把这个广告看完吧。对对对，我是歌手第七季里面唱的。你的工人有力量的不是，我不敢唱。小流星，我不敢唱，你能懂我意思吗？我不敢唱，就是可能不太那个。啊，这个怎么只能听副歌部分啊？哎，谁来帮我扫一下？你们谁有那个绿钻的，来给我扫一下，把我的号退了。那个 QQ 音乐谁有绿钻的，来给我扫一下。怎么退出啊？等一下。啊，退出微信登录。啊，不行哎，这个。哦，这只能我扫别人，别人扫不了我，就电脑上才可以用那个。对，这个扫不了，还我用我 QQ 吧，我 QQ 可能是，我不记得了，太久没有用过 QQ 音乐了。豪华绿钻已过期，播放或下载将会受阻，兄妹于心有愧，孤独患者都不能听了。我用手机号登是吗？那你发给我是吧 ？OK。我不经常用啊，干嘛？我都不用这个听歌呀。你没有？那你让我用手机号登干嘛呀？没事，不用。下雨，等一下，我回来。我靠，我朋友给我发了张图，他说打开 B 站把他吓了一跳。
我仔细一看，我操，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把我也吓了一跳。我仔细一看，哦，是穿了的，只是穿的不太明显罢了。把我朋友给你推荐，他说打开 B 站把我吓了一跳，我一看啊，这啥？啥？只有5000播放，这啥？然后一看，哦，可能穿的瑜伽服，你再看看。看一看，打开 PPT 把我吓一跳。哦，这是啥？好，谢谢小流星给我们赞助的绿钻。谢谢小流星给我们赞助的绿钻。4月19号过期哦，今年已经23年了。设置 Apple ID 中取消，好，我先去把这个设置和 Apple ID 取消，稍等。好，已经开通会员了。我能送你回家吗？外面可能要下雨了。嗨，小熊吉吉，好久不见，好久没跟呢 ，See you soon， 给给。我能送你回家吗？外面可能要下雨了。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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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可以吗？在哪儿啊？设置这个购买里面在哪儿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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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行，我蹲着，我的腿都蹲麻了。哎，去哪里取？哦，这个，哦，订阅，订阅，点错了，我先把它取消了，我再给大家唱啊。来一首《冷雨夜》，OK，等会儿看看。这样可以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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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小小的动作还那么大，这不放手雨下一整晚，可是我不想雨下一整晚。哎，这首今夜有雨听一下。哎，但我只会唱副歌部分。哎，今夜有雨好听的是吗？无人下楼了，雪的空气让某人滞留在原地，你正与虚名你消失的痕迹。我等待副歌部分再唱吧。我靠，我为什么很多歌都只会唱副歌呀？我真是个废物。什么意思啊，塔塔？什么意思啊，塔塔？什么意思啊，塔塔？这算不算是逃避？就与我为敌。今夜会下雨，今夜失去你，你在哪里？像沉睡的秘密，吹开手那天气。全世界有雨，你说的话重复听。啊？什么？我此前播放的音乐涉及版权问题？什么？我还花了15块钱开通了，我还花了15块钱开通了会员，你跟我说没有版权问题？什么？什么？我要气死了！
京，这里的版权不等于那边的版权。啊，没事，那可以放周杰伦吧。那我们放。今夜又下雨，今夜还爱你，在你眼里我不过是空气，在空空旷的梦里如此清晰，我云我愿多么熟悉，我站在雨里想你。怎么不来呢？不能说的秘密。OK， 下一首我们就满足这个赞助了我们绿钻的小流星的不能说的秘密。当我又把你想起，当好久没再联系你，销声匿迹，没有人知道你踪迹，这算不算是逃避？就与我为敌，今夜会下雨，今夜失去你，你在哪里？像沉睡的秘密，谁开手那天起，全世界忧郁，你说话总不停，轰轰烈烈的曾经，今夜会下雨，今夜还爱你，在你眼里我不过是空气，在空旷的眼里多次相信，或云或阳或如流星，站在雨里等你。下雨今夜还想你，嗯哒哒哒。你们我唱的有这么难听吗？啊！你们再叫我要唱《爱如火》了，真的过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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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要哭啊，这就是我画的那个妆而已。用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当这秋天梦开始不甜。说把爱渐渐放下，回忆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完全失去知觉。你说把爱渐渐放下，回忆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要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捡？哒哒哒哒哒，
飞离开了北边，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在你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捡。谢谢猫猫的火箭，谢谢猫猫的火箭，猫猫火箭的起，谢谢猫猫。晴天吗？我感觉我送火箭你都麻木了。我哪有麻木啦？嗯，我没有麻木。谢谢猫猫的火箭，谢谢950的火箭。没哭啊，冤枉啊，950，冤枉啊。我想在这个位置直播，等一下你们。我想在这儿对着窗户直播，我调整一下。这样可以吗？这样好看吗？我喜欢播这种比较有感觉。今夜会下雨，今夜还是你，你在哪里？想永远的陪你。换一个。主播不要因为950冤枉你就想不开啊，我不行，我想不通。不是上海的夜景，成都新都的。寻找一种很 emo 的感觉。我一点都没有麻木，都装在心里了。点一首麻木，对，我在撇点上的油被发现了，有点出油，压一下就好了。但是头发因为没洗，就是它就是这么油。晴天是吧？
啊，你不觉得这样背后是这个很好看吗？就是就感觉就是是那种万家灯火，然后有雨。这首歌也不一样，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从起一直晃到现在，一所所许都许来，嗦啦许许许许啦许啦嗦，顺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飘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没想到新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风阵阵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想不明白我的眼睛为什么总是亮亮的，因为我眼里有你呀、啊。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消失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偏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够在你身边？等到放晴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雨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能不能学一下邓紫棋的话？行，可以，没问题，下次再学。谢谢橘子焦糖 control， 谢谢橘子焦糖的飞机，谢谢画心的飞机，谢谢橘子焦糖的飞机，谢谢画心，谢谢橘子焦糖，谢谢猫猫，谢谢九零，摸我。
你说吧，给可爱女人来喽，可爱女人。但可爱女人，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乔任梁那个版本。本来想睡觉的，没事儿，我也不会播很晚。你可以听我唱歌睡觉，我保证我不唱那种一惊一乍的歌。我把你们放上来吧。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宇宙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天天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让我心疼的，让我心疼的，让我感动的，让我感动的。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宇宙里。太高了，我就唱不上去，太低丢地上去。怎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而我像只小小小的蚂蚁，要永远力尽全力保护你。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对啊，下雨了呀。明明
做梦，你给的梦出现裂缝，隐隐作痛，怎么沟通你都没有，我不懂，说了没用，他的笑容有何不同，在你心中我在手中，我的天空是雨是风还是彩虹，恨自己真的没有情绪激动，一颗心到现在都还在作痛，还在分手时那句抱歉在感动，穿梭时间的画面的钟从反方向开始停动，回到当初爱你的时候，听歌内容不重，所有回忆对着我进攻，我的伤口被你拆封，誓言太沉重，泪被纵容，脸上汹涌失控，啊！刚刚超管跟我说是演员这首歌没版权，但我们没放啊。我没放演员啊，我们刚刚放演员了吗？我们没放演员吧？我没放演员啊，我刚刚最多就是唱了一个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有差雨吗，我只唱了两句啊，一般讲到版权都是起码要四句以上，我没有啊，我刚刚没有放这首歌，我只唱了两句，我就唱了两句。外面我要送你回家吗，外面可能要下雨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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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我就只唱了这两句，而且这是绅士，这不是演员，我没有，我真没唱演员哦。那演员是哪首啊，我真没唱演员，他还跟我说巡查说我唱了，但我确实没有，我都没有放啊，我都没放演员，该配合你演出，我都坏了，脑袋里面没有这个调了，简单点，怎么唱的呀，那个该配合你演出，我还不知道了呢，等一下，等一下，我跟超管沟通一下，有点离谱。啥了都？他问我扣分没有？没扣。可能。女生舒服是吧，嗯，再把你们拿的靠近，我可以把你们放到，哎，你知道我小时候以前我们住，就是我奶奶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我家有个防护栏，小时候我和我妹妹会坐在防护栏下面这个地方，然后
然后看下面，但是那会儿那边是二楼啊，我们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真的很离谱啊，就是我还真怕你们掉下去，就是会坐在这里，但现在不敢，就是我感觉这个会被我压塌啊，现在我感觉这个会被我压塌。喜欢听雨声是吧，这好像铁窗泪啊，这还好，但是我觉得没有把窗外当背景好看啊，我觉得窗外当背景比较好看。哦，外面好像网不是很好，回来好像网好一点。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爱你的拥抱幸福中发芽，美丽的白你不觉得外面夜景很漂亮吗？虽然也没什么景啊，就是万家灯火。为什么在家关灯蹲墙角？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有氛围。哒哒哒哒哒哒。你们还要听什么歌？还要听什么歌？也不是为了省电啊。贝贝，暗号，谁的呀？思念是一种病，可以啊，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嗯，等一下啊，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好一点。哎，我觉得现在都好少听薛之谦的歌了，他最近有发新歌吗？当你在穿山越岭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的来不及东西，但我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的不可以有的紧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也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思念是一种就也不能痊愈。闽南语，哎呀哎呀，来来来，这火速切割了，哎呀哎呀了的呼吸，哎哎呀哎呀啊，哎不是这首，不是哎呀哎呀，哎叫什么来着，哎呀，我这脑子，啊，就叫爱呀，不叫爱呀爱呀，叫爱呀。公虾蜜，哎，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不是他的，等一下，谁的？
哦，你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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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哎呀哎呀，是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闽南语。阿爸阿爸，我嗯。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正常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啊。我只记得那个武力喵喵。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
常。怎么回事？我后面还专门搜了谐音呢，还不行吗？大家好像对我要求有点高。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可太行了，还可以吧。既然一辉说话了，为一辉送上一首嘉宾嘉宾。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喂，得逞现在就过来，来得逞现在就过来，拜拜。过去了，来来，让我赶紧过去了，我要过去了，我先打个车。我们一起过去啊，你们跟我说拜拜干嘛呀？哎呦嘿呦嘿嘿呜呜呜呜呜咿耶咿耶哎呜呜呜呜咿耶咿呜呜。好黑呀，看不到路了。哇，同志节时期，哇哦，好帅哦，你们明天走了，明天走，哎，回去走了，明天组员活动就走了。好，今天组活动成都。你去别的地方？哎，才喊那边定。嗯。因为一直没定好就走，但是太多事情在屋头不方便。你把东西先收拾好。条件太撇了，在屋头。也不是说屋头条件撇，主要是我要的东西不得，不是说屋头条件撇的意思哈，就是不方便。理解。哎，不是说屋头不有条件，是太恼火了，心焦。要点啥子？咱嘛衣裳不得，是嘛？然后金这些属于要的要不得，哎呀，不得库存了，还是要回去赔点东西。我发，回去还要赔一个那个是寄回去的，寄过去的，嗯，东西是寄回去的。哎，我哎，我还要问一下他那个镜子是怎么弄的啊？就是嘛，他们也是说，我还不如直接去宜家去买个镜子搬回来，当天就可以弄。对啊，你当时就不想。没想过，没想过，想到网上买一个回来也方便，当时这样子想的。我当时想的是第二天就弄了，我想他发顺丰嘛，快得很嘛。一般就是隔一天就到。嗯，就是，好乖哦，鲁班，好乖哦。我每天晚上都是把东西收一下。近日，陕西西安周至县当地村民在回家的路上遇两只野生大熊猫，并用手机记录下熊猫爬上大树、警惕遥望陌生人的影像。据悉，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大熊猫39只左右。保护区里，周至县板房子镇是秦岭大熊猫自然分布的最北端。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一栋建筑发生倒塌，目前已经确认147人获救。卡塔尔内政部表示，倒塌的建筑共有4人，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2号，我之前一直没定性到底几号走，但是催得我有点烦了，我本来想多待几天的。一直在催我。应该好几个活动，明天下午的活动。
你们啥月份在干啥？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好几天来了。这哈儿？这哈儿你啥文档用的？啊，我跟他说好了。十一点试卷考题被指泄题，考题均在开考前一小时内截图，甚至一些试卷在社交网络上以299印度卢比（约合25元人民币）的价格被出售。事件曝光后，有包括教职工在内的30名嫌疑人被捕。近日，在荷兰南部城市敦温市与埃因霍温之间的一段铁轨附近，工作人员发现一处光板的洞穴。由于担心洞穴会对铁路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工作人员设法将铅引诱出洞并维修铁轨，这也导致经过这一路段的列车被延误，数千名乘客受影响。日前，人们在西班牙瓦伦西亚海岸附近水域发现一头身形怪异的长须鲸，它身长17米，但身体却异常弯曲。经检查，这头鲸患有严重的脊柱侧突。据悉，长须鲸通常在深海水域活动，而这头长须鲸活动困难，可能会再次在这一海岸附近水域出现。青毛又保暖的阳明山湖鲸受市场欢迎，生产阳明制品需要消耗大量的阳绒，但我国最大的阳绒制品生产基地却坐落在一个不远南的平原小镇上，那就是河北省邢台市青河县。今天我们的内陆产业小镇带领节目就来走进这个羊绒小镇。羊绒加工的第一道门槛是选毛，通过荧光灯的照射，工人就可以挑出杂质，保证羊绒原料的纯净。为大家羊绒20公斤，把羊绒里面的杂质反复都给它干掉。经过严格挑选之后的羊绒会被送到一台台像这样的梳绒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梳理之后，就会变成一片片轻薄透明的羊绒纤维。单根纤维的直径只有15微米到16微米，比人的头发丝还要细，而长度却可以达到35到38毫米。在这个自动化制衣车间里，使用最新式的电脑烘机，只需要40分钟，一根羊绒纱线就能直接变成一件羊绒衫。我们现在每天的产量大概在7000件左右。原本遍布草原的青河，如今却成了名副其实的羊绒小镇。当地羊绒企业拥有电脑烘机10000台，每年要消耗掉56000多根羊绒，生产毛衫1500万件以上，年产值达到240亿元。长期以来，当地中小企业大量的资金都被用于羊绒收购，缺乏有效质押物，资金难以周转。针对小企业的特殊需求，当地农业银行推出羊绒产业集群贷产品，企业手中的羊绒库存经过评估后就能转换成有效的抵押品。保障产业链，企业资金周转，纾解企业人工困难题，助力生产设备升级更新。了解更多资讯你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开始我们的财经频道，更多精彩继续。是汇万重山河，一江水过尽百个千帆，它跨越时空无论极限，它迎难而上无惧挑战，从春天出发地为江河奔赴，不浪前行，共建把握经济脉动。特别报告，在江河奔赴的地方站住，崭新的一页为你翻开。繁荣的脚步，风驰电掣，广阔的舞台充满机遇，每一处生活都和谐有序。家乡的改变让更多人向往，健康养老，叩开千家万户的大门。安全治理，遍布城市的
你跟鲁班关系那么好啊？嗯。那你能不能给巴豆亮培养下感情呢？为啥子？不想养猪。那妈妈给巴豆亮培养下感情嘛？啥？他们两个还培养打架，不在打架，耍着耍着就是好朋友了。中信银行天元私库，顺势而上，与时偕行，凝聚金融科技力量，以数字化能力支撑企业决策，强化资金统筹，助力构建高质量财务管理体系。创造服务新可能，天元者，兴味之心。中信银行天元私库，与己同行，与友荣焉。胡老师嘛，财经频道国豪亚洲论坛2023年会特别报道，即将播出金钱国际。打噻，不认识，我晓得，就是把按开的时候要用点劲嘛。滴滴啊，我嘟嘟啊，哒哒哒，嘟嘟嘟。我滴滴的我嘟嘟，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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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船。哎，我吹这个还可以，还没打到车呢。小船儿轻轻躺在水中，顺的风，这么远这个车，顺的风，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我的直播，我刚刚还把你发给我这个给大家看了，然后他们打开 B 站，结果也大数据推了你说的那条视频。哎，你帮我看，面成功说你帮我看的啥子开馆那些哇？哎呀，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回来请吃饭。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哦，太好了，800米，走的。